好，那么呢，这个文章呢，讲的就是针对那个新的 FAFSA，就是那个联邦助学金的部分呢，它的结论是，大学学费对中产阶级会更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这个申请表虽然变得更简单，好，那其实呢，就是说它会主要受惠就是，就是低收入家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有超过一个小孩子在读大学，比如说你有两个小孩读大学，或者三个小孩子读大学，他会给你比较更多的考虑，就是更多的这个考量，让你得到助学金。可是这个部分就取消了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对于中产阶级会比较影响，因为就是说，之前的话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赚8万好了，那你有两个小孩子同时读大学，可能你就是一定会拿到就很大一笔助学金，可是你现在不见得拿到，因为就是说他取消了这个优惠。可是如果你是低收入家庭来讲，你就算是有三个小孩一起读大学，你应该也是全部都会免费，因为你的收入就是很低嘛。可是如果说你对中产阶级来说，如果说他完全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收入跟财产来计算，而没有考虑到说你有几个小孩子在读大学的话，那真的就是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二点就是说，以前的话就是百人以下，如果你的员工是就是没有超过100人，那你这个企业主是不需要申报企业净值在这个联邦助学金的申请表。可是现在就是说，如果你的企业是低于100人以下的，就是小型的企业，你还是要报这个企业净值，那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净值的计算，所以可能你就拿不到助学金。所以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这样。其实上几个星期我们做的那个讲座，哈，也是有把这些东西都分析给大家听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哈。所以这个就是对中产阶级的家庭，可能你们要早点开始规划哈。